对。你如果你的鱼，可是你的对手没有那个，你的对手不是打手牌鱼怎么办？卡尔洛斯对上雷克萨。不是你的对手如果不是打手牌鱼怎么办？那你不就睡了？胜利，看机械力完了，干我输了，我知道他要干什么，所以我输了。我只有四个顶王了，而且我会输他。提着自己，干帅了。如果刚这一张是提振士气，我就赢了，因为我可以二三回各一张提振士气。我一回全下，然后硬币后手提振士气，然后他主三回扑第一轮，然后我再一轮，看我不会只有假人吧？耶！Yeah! 起来！起来！也起来！好几天的梦。哎呦！如果我再见提升士气，我赢欸，因为他扑一轮刚好，他扑一轮就那样啊，对不对？我每一只四点伤害我就赢。二分之一几率获得。你不会只有七个召唤师，你剩下的哪一只？然后我进提升士气就我赢，我打二十点，耶，赢了。My bullet, my bullet, my bullet, my bullet. 哇 ，champion！ 赢了！就是这样啊，不要什么，这就是这个一点都不强，好啊，这个超烂的。如果我先做，应该会先赢吧。如果我前第一，如果我第一手是我后手是假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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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硬币提振士气，这样我场攻是八点。对，然后我下一手再进提振士气，场攻再提个八点是十六点，我全贯连。第三手再进提振士气打多少？八二十四，哎，不够哎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为什么第一轮够？哦，我是五只假人，对耶，我只有这样会赢哎，我要五只假人，然后进两手提升士气耶。不是，我第一手如果不是假人，我输哎，因为五只假人，第一轮打十，第二轮打二十刚好。可是如果我是四只假人跟三张提升士气。好像在算鱼哦，一张提升士气是八点伤害，我第一回关就是八点，我先关是十六，哎，这样会赢吗？后手提振四只假人提振士气，然后哎，我再打一场好了。四只假人，如果先四只假人硬币提振士气场攻八点，下一手提振士气提下去十六点，他扑第一轮，然后我下一手再提振士气二十四点，哎，那我还是。好像可以。卡尔洛斯第一轮提振也可以，两个都可以。你要小心点。对面理论上不会先下提振士气。哇靠，这傻小，这都没屁用。对面应该不是机械贼吧？好，我走，安静，我走。干这大屁哦。
对面啊，啊，一只有种，哎呦，不错哦，不错哦，对面一只太不坚定了，好烂哦，啊，对面一只不够坚定，没有我坚定。卡尔洛斯，对上古尔丹。你的灵魂属于我，胜利或死亡。Again， 我有换，每次有换牌都跟没有换牌一样。快点拿皮啊！滚火拳，不是。啊，鱼人，认真的。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赢不了了。魂火鱼人吗？这样太烂了。所以是鱼人，鱼人。有啥？你了不起灌掉一只，然后呢？干，三小。妈妈，我抽不到假人。干什么乱流？什么乱流一通？我换两张起来，哪乱？什么叫乱流一通？马哥，马哥，我的错。什么叫留一只留一张提升士气？看我换了两张提升士气起来，两张假的，好吗？游戏重点是假的才不是提升士气，提升士气只要有一张就好了，就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差不多，甚至这张都可以换掉。反正你抽起来接近二分之一，其实二分之一提升士气比较高啦，如果假设一半一半的话。对，我的妈的！然后换对面，对面也同样做一件事情，可是先下的人赢，因为他每次都只有二十，可是我再加一次我就有四流，我可以把他全部都撞掉。冰箱直击对机械裂了，内战 CV 可恶，真是超不好玩。旋风斩那旋风斩还打不赢假人呢、欸，我连打了二十胜仗了，天啊！旋风斩打不赢假人，对不对？因为假人有四滴血。哎呦，呵呵哎呦，卡尔洛斯对上索尔，进化煞。为了末日锤，我要先找全部的旋风斩来用。这个只有打机械裂有赢，甚至这个打机械裂可能都还不会，还不一。这套是跟机械裂内战用的。
不是我你傻瓜、啊，他会下假人的时候，假人就已经四滴血了，好吗？这样干嘛？愚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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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单机啊，老金，顺便。护甲保证合用。哎耶！不变，你小妈妈打了死我。我可以挨再挨他一拳。我算一下伤害。他如果手里三张全部都是压倒性，那不是压倒性，全三张全部都是石化武器，我扣多少钱？三张全部都是石化武器是九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二十四加六三十啊！看我死，不行，那我还是这样。对啊，下假人，假人零费啊，所以你一定会石化武器啊。不是不是，所以是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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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，假人零费，所以你一定会提振士气啊。你不可能在不能提振士气的情况下下那个、啊。什么烂套牌，一点不好玩。没有再算我多下一张，我不会。打不打到起？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我们期待的对决来了。首先，我需要三张旋风斩，我怎么一张都没有？我还有一张的机会，快再找一张进来。看我三张旋风斩。Again， 少一张，各位，我有两回合时间抽一张，我只要一张都抽不到，我就死定了。射一发而已。启动中，传送门准备完成。完了发，我剩二分之一几率，保证合用。剩二分之一几率活下来。启动中，传送门准备完成。传送门全下下快下下快下，看他说干啥说。准备完成。全世界转要干嘛？问题是我能不能干嘛？旋风斩！爽，赢了！滚！滚！风斩！正合用，保证合用，打不完了。启动中，传送门准备完成。护甲保证合用，护甲保证合用。攻击。你赢了，你想办法打死我，马克。赢了 ，yes， 你最好弄死我。我们需要获胜方式只有一个时间。其实他还有一次赢的机会，他可以再等一波。他可以再戳一波起来，就是他什么事都不要做，他就每回合就按 TNG 啊。
因为护甲断药师揍他也不会怎么样啊，他就直接再等一波，然后直接再重打一次，或许会赢，或许他会赢，或许。因为如果护召唤师扑一波的伤害应该快四五十，然后我就存三张旋风斩就这样啊。前提是我要三张旋风斩啊。嗯，不一定嘛，说不定是个机会啊，说不定对面抽的都是垃圾啊。我刚，你要想想看，我起手三张牌，四张牌，我拿了两张旋风斩，我换了两张牌，对不对？等于是我多抽了两张，其实假设抽两张好了。我拿了两张牌，仍旧不是旋风斩。我的第一回合抽起来还是没有旋风斩，我抽起来的下一回合还是旋风，还不是旋风斩。